你就吹吧，赵大嘴，有本事你跟我走一趟，走就走呗，谁怕谁呀、啊？你经常拍吗？不，那你看起来好会拍，很美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拍一套《人体写真》？你这个年纪身材这么好，不留下一套《人体写真》，有点遗憾了。手往哪放啊？你，衣服穿好。我看你这身子，挺有艺术细胞的。给他脱。我干嘛？这个房子呢，存在很多法律问题，落在谁手里，房主都有可能成为侵占人。房子呢，我可以帮您转手，但是需要您帮我个忙。事成之后，可以给您50万的感激费。老婆，你就是天才啊！3000万的房子，你500万你就拿下了。咱们买下来那房子之后，房本上写谁的名啊？